那紧接着下面就谈到人的身体，古人身体长大，现代人的身体矮小，有这样的差异。也就是我们处在这个简洁的时候，寿命是每100年减1岁，然后身高也是100年短一寸，短一寸，那1000年就短一尺。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间3000年以前，当时人的身体身高都有8尺，佛所示现的化身叫1丈6。高了一倍，丈6、8尺，有时候是讲8尺，有的是讲1丈6。好，现在距离佛涅槃已经是2000多年了，就应该比佛陀在世的时候短2尺左右。所以现代人的身高大概都在6尺上下。6尺就是2米哦，2米就已经够高的可能现在身高一般都在1米781米7、1米8左右甚至有1米6的。总之，人的寿命增高的时候，他的身高也会增大。人的寿命减少的时候，他的身高也会短小、减小，它是成这样的比例。那现在我们在1米7左右，到了以后，我们这个地球会出现山小灾。山小灾就是地狱灾、饥馑灾和刀兵灾。到了地狱灾的时候，也就人的平均寿命20岁，这时候寿命就更短。寿命越短，人的身体就越小。到了人寿这个20岁的时候，那身高大概就是2扎手，2扎手就张开拇指与中指的这个距离叫一扎，一扎手相当于现在的23公分，这个意思就当以后人的身高1尺等于10公分，那23公分就是2尺多高，或者只有3尺高。那就不像我们这么高了。那对于2尺多高人来说，我们也成了巨人了。他的身体身高越来越矮，他所滋养的、滋生的那种粮食，那就越来越漏点，大家就没有现在的五谷好吃了。而是以这种这个梯板就是那个杂草所生的那个那样的一个很粗劣的粮食。现在我们说那个梯板，就是稻谷当中那些像稻谷，实际上不是它长出来的东西，长出来它也有点果实。那果实现在我们一般是做饲料的，给那个动物做饲料的东西，以后人类作为主粮。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丝绸棉布这个衣服没有了，它以人的头发作为衣服。拿人的头发做衣服就是最时尚、质量最好的衣服。
那时候一些庄严的这种首饰啊、耳环呐、珠玉呀、它的形状都像刀杖，刀的形状或者杖的形状，你看现在就有些妇女的那装饰品就有点像刀的形状，斧头的形状。到了刀兵节的时候，这也是唯心所现了。那拿起一根草就是一把披锋利的匕首刀，所以这样的身体越来越矮，在考古意义上都有很多的事情证据来表达。现在这个考古学也是一门学问了，各个朝代都有对古墓的挖掘。你看古墓的挖掘，隋唐以前的古墓，你挖掘出来的那个尸体的骨头就很粗大，比现代人的骨头要长上2尺左右，那说明古人就身高，骨架也就大。道宣律师有一个天人感通记，天人感通记就是道宣律师持戒很精严，感得天人来护持，他就跟天人护持天人有一段对话，就问了很多事情，其中就有一个记载，就是四川他的省会的地址本来是在青城山的，青城山是四川的首都的地址。那现在的成都在很早以前是大海，成都是大海，这就追溯到迦舍佛的时候了。迦舍佛是在人寿20000岁的时候示现作佛的，是我们贤劫的第三尊佛。释迦牟尼佛是人寿100岁示现的，是贤劫第四尊佛。那么未来的弥勒菩萨示现就是贤劫的第五尊佛。就这个劫里面有1000尊佛示现，在往昔迦舍佛的时候，就有一个什么情况呢？有人从云南的大理县，云南大理有一个河叫西洱河，从那里过来，那过来到成都这一带，就是船过来。这个船到了这个成都，见到岸上有只兔子，这个人就把那个弓箭拿出来，就射那个兔子。但是不知道这个兔子呢是海神所变化的。这个海神一看有人要射他，就大怒，大怒就把这个人的船给他弄翻了，弄翻了他船，而且把那个沙土沙就盖在这个船上，这一盖就把这个海呢，成都本来是个海嘛，这一盖就把海填平了，成了一片陆地了，是这么过来的。好，以后到了晋朝的时候，有个出家人，见到这个地开裂，开裂就挖掘，挖掘还真的在那地方挖掘了那个船底，见到船底，而且见到人的骨头，那个骨头，这个一展示有3丈多长，3丈多长，那一丈就是3.3尺，3丈多，那就是
10米多啊，十米多的身高啊，那就不像我们这个2米啊，最高2米，啊，那这一看哦，迦叶佛时的时候，人的寿命是20000岁，所以他的身高也就有10多米。这是啊，这就是讲几个考古意义上来认证古人的身体长，现代人身体长。第一个是隋唐以前的古墓，它的骨头比现代人长了2尺多。再进一步，在迦叶佛时的时候，那比现代人的身高那长了8、9米。啊，第三个证据就是安氏居士啊，他常读《孔侣记》，啊，就是孔子的鞋子。孔子鞋子的尺寸有一个记载。孔子战国时期的人，啊，他的来历也非比寻常了，啊，他的母亲啊，到尼山而生孔圣人，孔圣人生下来也身体很高，也有内向，啊，他的这个鞋子的长度有1尺3寸，1尺3寸。那这样看起来，孔子的脚就比现代人的脚大多了。那第四个证据就是周礼啊，周礼有一个考工记，考工记就是对各种工匠制作车啊器那个尺寸规格的记载。那个考工记记载那个。这个铸斧头啊，铸斧头不有把柄吗？那个这个柄，斧头的柄是3尺长的柄，能够铸那个棋子啊，它也下棋呀、啊。那个棋子，每个棋子都有3寸那么大。那你看，能拿3尺长，就是1米长的斧头，那这样的人的手有多大？就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手了，啊！而且那个棋子有3寸那么大，啊，也就是说，古人的手比现代人的手才有可能，啊！所以只要涉及到衣服啊，啊。这个生活用具呀，各种容器器皿呢，凡是在100年以前的，一定比现代的衣服器皿来得大。这就足以证明，随着简洁的这种次第的下降，人的身体身高越来越矮小，于是他所用的东西，所穿的衣服。也随之而小，所以这些结论都是建立在非常可靠的证据上的。